중국 드라마 대사를 예문으로 예, 지우스쇼라는 표현을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지난번에 다시 말하면이 자이쇼가 아니라는 얘기를 했었습니다. 자이쇼는 게다가 그리고 라는 뜻이었죠. 어떤 말을 한 후에 그러니까 다시 말하면이라고 말하는 거는 같은 말을 다른 표현으로 하면 이라는 뜻이지요. 그러니까만 나오면 수어이로 종종 작문을 하시는데요. 여기서 그러니까 다시 말하면 이라는 말은 똑같은 말을 다시 하는 거지. 원인과 결과를 나타내는 게 아니겠죠. 그러니까 라는 말이 나왔을 때 언제나 수어이로 작문을 한다면 틀릴 가능성이 꽤 많습니다. 그러니까 다시 말하면 이라는 것은 수어이나 자이수어가 아니라 예지우스수어라고 하는데요. 어느 한 부분은 좀 생략할 수가 있어서 예지우스, 지우스수어, 지우스 이런 버전으로도 나옵니다. 드라마 예문 6개를 볼 텐데요. 각각 원본을 두번 보고 해석해 본 후에 자막 영상을 두번 보고 6문장을 다 공부해 본 후에는 각각 6번씩 반복해 놓았는데요. 한글 해설이 필요 없으신 분은 외우기 부분부터 보시면 되겠고, 외우기 영상이 어디 시작하는지는 더보기 부분에 표시를 해 두었습니다. 최신 중국어 뉴스로 시사 중국어를 공부하시고 싶은 분은 중국어 뉴스 인강 사이트 screen중국어.com을 방문하시고, HSK 6급 정도의 실력을 가지신 분이라면 드라마와 뉴스를 하루씩 번갈아 회화 수업을 하는 이형란 강사의 스크린 중국어 화상 수업을 들어보셔도 좋겠습니다. 그럼 한 개씩 예문을 보도록 할까요? 你给我的校园卡里有多少钱？네가 나한테 준 학교 카드에 돈이 얼마 들었어? 이바이바 180원. 나 워더 요 90. 也就是说 我们有 270. 그러면 내게 90원 있으니까. 그러니까 다시 말하면 우리한테 총 270원이 있다는 얘기네. 270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 꽝을 동사 뒤에 쓰면 남김없이 다 라는 뜻이지요. 270원이라고 해도 너 그거 다 쓰면 안 돼. 你给我信用卡有多少钱? 180. 也就是说我们有270。270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 你给我信用卡有多少钱? 180。也就是说我们有270。270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 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吗？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吗？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吗？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吗？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呀。 그는 지금도 벌써 전국 우승자잖아. 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지금 벌써 굉장히 성공했다고. 也就是说, 그러니까 다시 말하면 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 앞으로 자기 인생 걱정할 필요가 없다는 뜻이지. 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吗？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吗？ 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吗？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吗？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一次见面就把他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
也就是说，老大用一次见面就把他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오늘세번째만나는거래。不会吧？그럴리가？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그럼어제가두번째만나는거였단말이야？也就是说，老大用一次见面就把大嫂搞定了。그러니까다시말하면큰형님이한번보고첫번째만났을때형수님될분을확휘어잡았다는거지가오띵은해결하다라는뜻인데여기서는그마음을확휘어잡다이렇게해석할수있겠죠저什么效率呀무슨효율이이렇게좋아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一次见面就把大嫂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一次见面就把大嫂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그들은어제저녁일곱시정도에입국했다고합니다시간강조수도용법이죠27号是交易时间27일날이거래일자니까예就是说그러니까다시말하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늦어도내일이면그가우리이해변으로온다는뜻이되겠습니다海滨해안해변그런뜻이지요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经过财务部驻经理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经理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经理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재무팀의주팀장이반복해서심사한결과뭘발견했냐면이두번의물건은그출처가불분명하다는겁니다什么叫来源不明啊출처가불분명하다니그게무슨뜻인가요예就是说그러니까다시말하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面没有这两批우리가이번에프랑스에서수입한물건중에그두번의물건이없었다는거죠经过财务部驻经理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经理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내가공중사람한테들었는데胭脂원래는연지곤지할때연지인데요사람이름인것같죠여기서는연지가기생오라비같이생긴사람하나를좋아한다고하던데他既然肯带你逃走걔가기왕에
기꺼이 너를 데리고 도망가려고 한 걸 보면 예지우스说 他真的看上你了. 그러니까 걔가 너를 정말 마음에 들어 했다는 뜻이구나. 我听宫中的人说 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 他既然肯带你逃走, 也就是说 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 你给我信用卡里有多少钱？一百八。那我的有九十，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百七。两百七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你给我信用卡里有多少钱？一百八。那我的有九十，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百七。两百七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你给我信用卡里有多少钱？一百八。那我的有九十，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百七。两百七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你给我信用卡里有多少钱？一百八。那我的有九十，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百七。两百七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你给我信用卡里有多少钱？一百八。那我的有九十，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百七。两百七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你给我信用卡里有多少钱？一百八。那我的有九十，也就是说我们有两百七。两百七你也不能全部花光啊！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 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嘛？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嘛？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嘛？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 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嘛？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嘛？那他现在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他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就是说，他以后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人生了嘛？ 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你一次见面就把大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你一次见面就把大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 也就是说，老大用你一次见面就把大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你一次见面就把大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你一次见面就把大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 今天是第三次，不会吧？那就是说昨天是第二次，也就是说老大用你一次见面就把大头搞定了，这什么效率啊？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二十七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二十七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 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二十七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七点左右入的境，
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7点左右入的境，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他们是昨天傍晚7点左右入的境，27号是交易时间，那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他就到我们海滨了。经过财务部驻京里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京里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京里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京里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京里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经过财务部驻京里反复审查，发现这两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两批。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